咗，恭喜你哋中咗奖。中咗就中咗。有个人系第二下，我哋系第一下。唔好咁嬲。零六，你唔好影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G 大国际。大家好，我是 EG。咁最近就发现咗一只网上夹公仔嘅 app 啦，咁啊睇过唔少嘅 YouTuber 都拍过啊，有啲兴趣啊，想睇下系咪咁容易中奖。咁依家就同大家一齐玩一下。咁啊呢度一入到去咧，就呢个一翻上台积分台三爪机 UFO 免费券台同埋多种奖。免费券台咧就系你入到去，你可以睇好多嗰啲廣告喎，佢就會送啲免費券俾你，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喺免費券台嗰度玩啦。依家試下先，哦，呢個就係傳説中最容易夾嘅夾波波啊，就係攞個爪啊夾起粒色啦。咁如果個八向上就中獎啦，八啫嘛係嘛 ，easy。哎，落爪，哎夾到夾到夾到，好彩啫，八，免費券咁就用曬啊！三爪機有啲咩玩啊？哇，有呢個 Annie 啊，睡衣公仔喎、啊，哦。路飞同埋索隆初次遇见嘅一个场景 ，Q 版 figure， 哦，一样啦，都系幸运色台，都系八向上开波，专心夹。其实咧讲真啊，我个人认为咧，两个镜头都摆得好好啦，夹唔中咧，认真就小柒嘅，我真系认为都唔会夹唔到十二。继续再嚟一次，八向上，八向上，都系十二。我连续中两次十二，其实可唔可以都俾奖我啊？夹。啊、真的夾不中，其實真的小賊、啊、整個夾起了，麻煩熬個八給我，什麼來的？哇，我看不清啊，這個是不是八？我知道八是黃色的，但是我看不清楚。咦，我現在都覺得像四了，有什麼玩呢？還有、哦、這裡有個趌起 pat pat 的拉姆、啊、50GP 一次又很划算，夾到送給你的，好嗎？哦，这个是要将球夹入中间的洞，它还有个好处，我感觉就是你应该不是很用瞄，它下面这么多球应该可以勾夹，现在试一下，一下炒了，哇，老练这么多球，老练这么多球，肯定中一个了吧，哦，哈，西市的就是这样了，它近乎入了隔离所有，就是不入中间，哎，今次又不入球了，唔中啊！我夹到佢秃咗啊！佢有个位俾我夹到见咗底啊！喂，师兄啊！我屌啊！点可以发生啲咁嘅事？我屌啊！唔好咁对我好唔好？公，哇！你冇叻机喂！打捻走咗！大家冇奖品。大家冇獎品 ，next chip and deal 喎、哦，玩家需要將波啊夾到章魚盤入邊嘅白色位置，波咧就會停喺白色嘅窿先至代表中獎嘅。佢一次係夾一個波嘅，放落去，得，喂，中撚咗 ，chip and deal 搞掂，撳中獎先，工作人員，工作撚。点样先？依家我一下就中波，哎，总之头先肯玩呢个啊，成功攞到。喂，咁啊继续啦，哈哈哈，试多啲台先。哇，依家有啲希望啊，你见唔见啲希望翻嚟？呢、這个多种奖台啦，就系佢唔系净系中一种奖嘅，啊，拔萝卜咯，咁啊横掂都要运啊，试一次啦。你会用磁石去吸起佢啲萝卜啊，个底有颜色嘅话咧，咁就有奖啦。红色就一番上券 S 级一张，绿色就盲盒啊 ，Ben Bresto 嘅 figure。一个啊，蓝色就盲盒30cm 以上大公仔一只，中黑色就100GP， 哦，即系你可以够劲就夹翻啲 GP 翻嚟嘅，65GP 换100GP， 即系你可以好运到用点比点啊！嗱，呢个一球入云咧，中黄色有400GP 哦，好多啊，大佬，啊，但系都唔容易嘅，我哋依家。拔我哋嘅萝卜，继续努力接萝卜啊！喂，蚀唔起喎、啊，师兄。头先你见到巢咧，呢四个萝卜就我头先嘅收获啦，但系就唔知道有冇颜色啊！你努力同我蚀啊，蚀得起啦！哇，喂，有颜色，真正有颜色系咁啊！绿色嘅萝卜啊，原来佢跌翻去个萝卜田嗰度系点解？我咁老练都咁中奖先，
我攝起咗㗎，佢跌翻我塊田度啊！嗱嗱，佢哋依家就應該睇緊呢個 VAR， 有冇俾到啲嘢我啊？有啊，俾咗啊！盲盒15cm 以上的 figure， 不知道会给啲咩咧？咁而家玩埋呢个幸运弹弹波啊，夹起呢个篮球啊，哇，夹空气啊！再嚟再嚟，放落去，夹，我盲，去到最后，今次得啦啩？夹起佢啊！夹唔中，其实真系小贼，呢唔得，我唔信，我一次都夹唔起，冇 GP 啦我，夹啊唔该。夹到夹到呀，夹起啦，屌猪都夹，啊差啲中埋奖添，红色中奖 ，S 级一番赏券一张，我系夹佢唔起咋，一夹起即刻中咗奖，工作人员嚟啦，工作人员嚟啦，呜呼，但系工作人员一下就会将个波收翻埋去最侧边嘅地方，即系我认为最难夹嘅地方啦，大家有少少心得嘅，水平嗰度望，你以为夹到啊？其實是夾不到，要再幼少少 ，OK， 咁你可以省卻少少嘗試的次數啊！聽我講，聽我講 ，S 級一番賞券，哦，確認開箱，哇 ，L 賞，係啊，我可以攞啲積分嚟換遊戲券噶，搶光人哋啲遊戲券，啊，換30個唔使怕醜，都15000積分，特定嘅嘢先至可以用遊戲券玩啦，例如100積分啦，你可以用遊戲券夾啦 ，Gotcha 門店會員卡啦，呢個。Gotcha Crossover Boyo Gap 會員卡一張，價值50元噶，夾翻啲積分翻嚟換其他嘢。哦，咁就係夾波子汽水喎、哦，夾夾夾夾草啊！依家越夾佢唔到，你就越想夾到個啊！放棄 Gotcha Crossover Boyo Gap 會員卡一張，夾到個八向上就得咯，就可以成為呢個波子哥哥嘅會員咯、哦。觀看人數有2，到底其中一個咪波子哥哥咧？10咯。唉，我臭手啊，算收手，我决定唔自己夹啦，我出街揾嗰啲本身夹紧公仔劲嗰啲人嚟夹，请佢哋夹公仔咯，佢哋夹咗咪送俾佢哋咯。哎呀，我发觉头先啲积分咧，我有好多好嘢可以换噶，天啊！呢度有个叫做实用产品，有露营凳啦，有手臂防晒啦，但我已经冇够积分，我拎晒去夹波子哥哥嘅会员，角落生物。WPC 雨傘啦，我唔知咩 WPC， 但系好似好威咁。Samuel 花季系列名盒，名盒添。我头先臭手啊，大家见到啊，咁我决定而家出街搵人帮我夹，虽然系帮我夹，但系我系会送翻佢哋夹到嘅嘢俾佢哋嘅。唔知一阵间会唔会喺旺角见到你？出发。咁我就决定去益旺角嘅街坊嘅，唔好问我点解系旺角嘅街坊。我系中益佐敦站嗰啲市民啊，你吹到我像咩？我就谂住为一啲夹紧公仔嘅人咧，就请佢哋食屎。请他们上网夹公仔，我现在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拍这个 Hebe Face 死场。讲真的，机器有很多，但是不是很见到人，怎么办啊？点算啊？系冇人嘅。呢个就系弥敦道嘅 countdown 啦，都好大间下嘅。我一喺入睇下有冇人喺入边。Oh my god！ 点算啊？啲机系好多噶，要唔要？唔喺夹公仔机度搵咧，行啦。你平时有冇真系打啲实体嘅夹公仔噶？有啊。有玩过嘅。通常你去，喂，点解要笑嘅？因为我抌咗啦。几多啊？大约。每个月平均$100到，啊，翻译嗰拣啦，希望你夹到啦。Mikey 啊，简单嘅，只要个波跌落白色就有。好难啊，系啊，可以啊。哇，两粒喎，哎，但系睇唔到嗰边，哎，睇唔到嗰边啊。吓，咁有冇中咗啊？等先，我揿咗再嚟一次先，要睇翻呢边。喂，中咗啊，师兄。等先，等先。多谢啦。等先。咁依家要点上？哎，扑街！你唔好夹翻出嚟。哇，冇事，恭喜你哋中咗奖。啊！夹中咗一嘢，我见咁样咧，你哋玩多一个啦，你太快就中咗。即系如果中到嘅，继续照俾你哋。哦，哇，色仔喎、哦！如果有3粒、4粒，或者5粒红色，3粒、4粒、5粒绿色，3粒、4粒、5粒紫色，就中奖啦！哇，加油！哦、哎呀，差六。继续。OK 啊，睇过到啊，你有机会前途。你嘅礼物你自己加油啊！你嘅生日，
你嘅生日。我 Mikey 啊。哦，咦，生日粒啊！繼續啊，繼續啊，繼續啊！呢個係難過啱。呢個好鬼難，啱啱個亂嚟嗰度。呢個都係亂嚟。呢個都係亂嚟嘅。四個白色。哇！四個白色。係咯。取代。下次再啦。呢個巴斯光年嗰只嘢。原來呢個是巴斯光年嗰只嘢，好似係，好似唔係同一個年代咩？巴斯光年嗰個年代喎，扮後生啊！我係真係後生咯！我想喊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聽到呢個對話，零六，你唔好影啊！哦，呢個又係玩運氣啊！頭先咧，我喺條街度都請咗。幾個人夾啦，有個人玩呢個係第二下就八向上，我哋係第一下個乒乓波落咗八星，有人夾緊，可能佢好快放棄啦，可能佢夾完呢下，哇！我係佢啊，放棄啦，黐線喎，佢仲玩啊？做咩？係咪揾翻副眼鏡啊？佢要玻璃金啊？可能喂，誒誒到嚟啊，應該 OK 啩？冇壓力嘅，冇壓力嘅，放心，冇壓力嘅。如果好似頭先條友咁，係就。你咁如果喺附近嘅話，咁啊可以咁樣撩佢。係啊，見到佢本身。係咪收鏡嘅可以？八八啊！喂，撳中獎，撳中獎 ，thank you， 耶！恭喜你。哇！咁勁真係。你有咩感想啊？玩完之後。好似容易啲。運氣大於技術。我都覺得係啊。因為冇技術。係因為一下就中咗，唔知發生咩事。咁多位 DS 加油。再見，拜拜，多謝你哋。有冇試過網上嘅嘛？三爪機同 UFO 有咩分別 ？UFO 係咪兩隻爪嘅？啊，係啊，食嘢。有啲料到，有夾過，有夾過。我係花過三嚿水，真夾唔到，正常啊。我都係啊。嗰個咩嚟㗎？初音。哦，夾喺個盒，跌咗入個窿入邊就當中獎。嚇？點樣撳啊？點樣撳啊？點樣撳啊？誒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然之後，哦。哎呀！呢下唔計你。太衝動了，唔好傷心。佢係得咗喎，原來佢個窿係有個波，原來。總之就棘住咗咯。Not even close。哦 ，close。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Close。啊，行開啦。佢好似冇可能再跌到入任何窿入邊喎。你會唔會試下揀另一份禮物？不可能啦，不可能啦，用曬都夾唔到，幾慘。係啊，我幾慘啊會。只要個盒入邊嘅波波打橫打直打成三粒都連住就得啦。邊個諗埋啲咁嘅嘢？卡住佢個角啊，夾咗個窿度。都好。中咗啫，中咗啫，中。哦，呢個係都係間接翻埋你嚟噶。中曬版權啊！呢個片。好激啊！中跌咗一粒添。一百。啊！有冇人真系中過咧？呢、這個唔知道，哦，但系真系成兜相嘅喎，可以有冇哇？成兜相都冇嗰種感覺啦，失望。呢個唔係靠技巧可以拎到。係啊，靠人品啊！我都做得幾多好事啊！太大聲啲，唔好意思。你哋平時去打台係都會打呢啲台啊，定係真係去有揾有夾公仔咯？好少玩幸運台，是啊、技術人嚟嘅喎，你哋係，所以咪先繼續啦。哇！拆台，你唔好咁嬲。唔好意思。唔緊要嘅，個台都唔係我嘅，放心拆啊。中獎嘅。唔好啊！我試咗成晚啊。可能今日就一發入雲。重複呢個動作。請繼續。冇睇，冇睇，冇睇。唔好，你唔好落走，唔好落走。你大佬，你有拆台噶啦，你好可惜啊！網上面夾有啲咩唔同啊？你覺得冇咗份實感，係唔使特登出街玩咯。點解你哋今日會咁凍都出嚟嘅？食飯食係。有冇啲咩玩法頭先？你係覺得都幾好玩嘅？我覺得你嗰個個個台都有唔同玩法，都幾好。你哋覺得中獎易唔易？我相信佢哋嘅答案應該抄完。難唔難玩，易唔易玩就跟機啦，係跟機台啦。睇功德啊，睇功德啊，呢啲嘢。OK， 咁我今日都算功德無量啦，係嘛？送咗咁多公仔俾人，咁我依家咧就一次過申請發貨，咁去攞啲貨就送俾大家啦。哇，原來有得喺旺角 Top 嗰度攞嘅喎。好啦，咁就全部貨咧就七天內發出啦。到時我一拎到貨咧。就即刻 IG 揾大家，我發覺出嚟原來拍下公仔都幾開心啊，做下公益善事啊，唔知係咪啦，加功德啊！
嗱，咁呢条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玩呢个网上夹公仔咧？如果大家想试下嘅话咧，其实可以试下嗰啲免费游戏券都 OK 嘅。可以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见到条 link 啦，就会见到呢个夹公仔 Gotcha 呢个名噶啦。下次有啲咩再拍俾大家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。订阅完我之后记得揿埋个啷啷，我至少一个星期出一条片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有冇人想学剪片？同啊，卖心得。啱就想开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业嘅你，见过出面好多学校有啲正规课程，其实都冇专门教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有心得喎，咁所以我今次就决定唔系教吉他，就将我呢八年入边嘅剪片经验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速成班，放心会由零开始教起啊，手把手教学啊，四堂入边一定学识，除非你太蠢嘅啫，但系睇开我，你都应该知道唔会有可能蠢得过 EG 大个仔噶啦吓。报读呢个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储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实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系好想请剪片嘅。呢个都是我自己开这个班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真的剪不切了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条片留下的 description box 按 link 报名。多谢，拜拜。